希伯来书第八章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